Hello， 大家好，宏远台分行 Jennifer， 今日介绍雨晴轩中层两房单位，面积441尺，咁呢个单位就内圆景观向西嘅，事不宜迟，而家去片啦。一物门口就系一个紧嘅厨房、洗手间。长形嘅客饭厅，客厅望出去就系内圆景观，饭厅睡房就入长门，整咗地台床、窗台与书台。主人房就整咗一个大柜，同埋一个双人床。